我们来看大将在哪。好，地图是暮色之塔。好，我们来看出生点位啊。这边紫色的人族选手就是来自于 Africa 战队的 Bomber， 是冲在了左下角的八点钟的位置。而右上角黄色的神族选手就是来自于 CJ NTAS 战队的大将小 Hero， 是冲在了两点钟的位置。地图暮色之塔，我们来看看这张地图双方的一个打法吧。既然 Africa 战队赶上 Bomber， 我觉得 Bomber 应该会偷经济啊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这哥们儿可能要速三，先上来假装好像哥要压你，但实际上就是一个速三，然后偷经济，怼，这是他的风格。好，先看一看，先来个跳死神，什么都不用管。先来个，哎呀，直接挂双倍，崩崩的开局有点意思啊，有点意思，直接挂双倍开二矿。看看他后续的选择吧，因为现在还判断不出来他的打法。而小黑应该是稳健的双开之后，然后 VCVR， 然后出追猎这样的防守的一个开局，两兵营。哎，崩崩的开局有点意思啊，直接挂双倍两兵营的。看这两兵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，因为他的 TVP 的就是他的整个人族的一个建筑顺序啊，跟普通的人族选手都不太一样。小黑还是一如既往的放下，先下了一个 VR， 最稳的一个开局啊，先下 VR。好，崩崩这边果然啊，速三，他就是这个风格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他下这个两兵应该是算过一个叫做怎么说呢，一个极限防守的一个兵力的。就他这样一个两兵的运营的话，就是即便你打我极限的一个 rush 的一波，我也守得下来，然后我直接就速三的偷一下经济。崩崩的风格就是喜欢这样打啊，他 TVZ TVP 都是一个思路，就是用最少的兵力，前期用最少兵力来防守，然后选择一个偷三基地的一个打法，偷好经济之后就极限爆兵，利用极限爆兵这个 timing 直接把你摁死。好，小黑儿这边是野什么呢？野引刀吗？两兵下去，然后好，野引刀果然是。野引刀对一个速三的人族选手来说，说实话打不到太多东西，因为他的雷达肯定是够用的，雷达肯定够用啊，我觉得打不到太多东西。来看一看啊，还在家里面守这些。他为什么要双兵呢？可能他是算过对方如果是来 VS 出来的是这个先知，他也守得住。看到一个叮当过来，我觉得 Bomber 这个可能就要受骗了。看到叮当了，他应该是看到叮当，他会不会觉得对方会直接在速投一个引刀？虽然他雷达肯定是够用的，但是我们看他纪律性的会不会存一点雷达。又是哎呀，极限偷经济，两个矿炉已经砸下去了。看小黑儿的是不是四把引刀，这个是 KT 战队最喜欢用的一个打法。
正面走一把，然后直接投两到三把引刀到你家里面，应该可以刷三把刀，我看这个样子。这边哎，家里面已经在立防空了，应该要刷三把刀，然后装两把，正面走一把。还在探啊，还在你家里面探，看你有没有反应型。蹦蹦刚刚飞出去，雷达倒是有，就怕他直接偷经济。好，三把刀直接投啊，那这样的话正中下怀，刚好撞到防空上面。来了来了来了，看蹦蹦反应，一把雷达在家里面扫了，叮当，天哪，能想到是引刀吗？看到引刀了，家里面赶紧起防空，看这个防守。好了，我来了。下面有没有雷达？什么情况？蒙波速三，然后他直接就速三嘛，然后那个小黑肉直接投引刀。哦哟，这个空投巧妙哦，防住之后直接两船兵投出去了。那这样蒙波防的非常好啊，小黑肉基本上没砍到东西。两船兵投出去，这个三基地不一定守得住。我们看三基地五兵营好，刷一轮兵，守住问题应该不大。这一波很果断投出去。对，但是投出去不一定打得到东西，但能够把节奏抢回来呀。对，他现在要抢节奏了。小黑这暴兵也很强。好，就看这里两船兵直接从这里切，直接切二矿吧。哎呀，其实这里的话不一定啊，散的还可以，但是看了一下打不过，直接投二矿。好，有没有炮台？炮台在哪里？有炮台，没事。炮台有，没关系，现在把这个节奏已经抢下来了。对，小黑肉这边直接就停下来了，没有骚扰的空间了。对，所以说这个时候去抢劫都很重要。哎，这飞行路线有点问题，有点问题。不买 FR 吗？哎呦，好不容易抢下来的节奏啊！他这两船兵只要在，对不对？小黑肉就没有反压的余地。好了，那现在小黑肉又可以压了，他压力没那么大了。现在小黑肉，哎，这个失误太大了，这个失误，这两船兵只要一倒，小黑肉直接就往他脸上走了。这一波我觉得 Bomber 应该很难守得住啊，至少你三矿肯定要飞。对，本来是一个 Bomber 在这个局面下面并不差的一个局面。好，小孩直接一波了，这直接一波了呀，死了呀，这个太多了，这兵太多了，太多太多太多了，拖农民守也没办法啊，都投下来也没用啊，太多了。其实已经守得很好了，他再刷一波使徒你怎么办嘛？后面使徒只要多的话，你打不动啊使徒。对，其实刚才第一波防引刀防的已经很好了，但是你不得不说小黑这个运营啊，引刀之后接的这一波真的有点强。嗯，还有两船兵的问题，那两船兵不送的话绝对没事的，小黑不敢出门。这个时候已经是苟延残喘了，就算你解放架，直接跳脸了，直接强行跳，哎呦，直接秒解放者。机器3-2 ，CJ 战队也是凭借着小黑儿的稳健发挥啊，拿下了这场比赛。嗯，3-2。哎，我真觉得后面这几个队，只要谁赢一场，谁就多赢一场，真的都有可能晋级啊。对，不过有点可惜的是，我觉得 K